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瑞士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一件来自中国的特殊礼物引人长久驻足。这只名为《盛世欢歌》的景泰蓝赏瓶，主题图案由孔雀、牡丹、和平鸽等构成，寓意盛世祥和，天下太平。这件礼物是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赠送的。当晚日内瓦湖畔的万国公大会厅，800多位各国代表、各界名流齐聚一堂，习近平主席在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中发表了主旨演讲，题目是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风帆白浪，雁点青天。2014年秋意最浓时节，北京雁栖湖畔，亚太经合组织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在举行。这是党的18大以后，中国主办的一场大型多边外交活动。红毯铺地，流光溢彩，新时代的中国敞开大门，笑迎八方宾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与会的20个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领导人或代表握手致意。一张大圆桌上，大家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围坐在一起，深入沟通交流。我们有责任为本地区人民创造和实现亚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坚持亚太大家庭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共同致力于亚太繁荣进步。这是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在主场重大多边外交场合阐释命运共同体意识，引起国际社会的深思和共鸣。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人类面临的问题之多、困扰之大、程度之深，也前所未有。关键时刻，十字路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世界听到了来自中国思考的表达。而实际上，一年多前，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后的第一次出访，就提出了这一重大理念。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虽有风云激荡，从容写就华章，
2015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来到联合国总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提出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分钟讲话，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路径，全场响起15次热烈掌声。2017年2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其后又多次写入联合国和国际多边机制的重要文件。 这一蕴含着中国智慧的重大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让人们看到了解决当今世界复杂问题的希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这是全票一致通过的一个决议，这就充分地说明了各方越来越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所在。 是人类文明发展方向所在。在多个重大国际场合，习近平主席反复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延伸。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地球生命共同体、全球发展共同体、人类安全共同体等重要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新时代中国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为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 站在国际抗疫合作的第一方阵，来自中国的抗疫物资犹如雪中炭，来自中国的疫苗犹如及时雨，诠释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必须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位于北京西直门外大街135号的莫斯科餐厅，北京人亲切地称为“老莫西餐厅”。华丽镀金的大吊灯，悠扬的俄罗斯音乐。 其乐融融的亲友聚会，仿佛进入到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山水相连，毗连而居，在中国有很多承载两国传统友谊的历史印记。在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期间，习近平。 为曾经在华参加抗日战争的俄罗斯老战士颁奖，一名俄罗斯老兵紧紧握住习近平的手，轻轻挽了一下。当习近平看到90岁高龄的老兵谢尔盖耶夫腿脚不便，马上快步走向前去。 为他颁奖。谢谢您，主席同志，感谢您对我们的关照。中俄关系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块压舱石，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点方向之一。2013年3月。 习近平主席将俄罗斯作为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的首访国，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2019年，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中俄共同宣布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坐落在北京东城区兴隆街一号的中央礼品展示馆，这里珍藏的两幅看似普通的乒乓球拍，一直在默默地讲述着中美两国人民交往的故事。2015年9月22日，世界的目光聚焦习近平主席访美，从美国的西海岸到东海岸，从西雅图到华盛顿，习近平主席4天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在繁忙的外事活动中，习近平还特意访问了位于华盛顿州塔克马市的林肯中学，并给这所学校的孩子们带去了礼物，都有现代礼物。除了唐诗、宋词等书籍，还有寓意深远的乒乓球器材。这个乒乓球啊，虽然小，比这个橄榄球要小得多了啊，但是它对中美关系的意义是重大的啊。当时叫做小球带动大球转，这个大球指的是地球啊，因为当时的中美关系啊，从此得到了一个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重新交往的大门呢，由小球给撞开了，所以我也希望呢，我们两国的青少年啊，通过传承啊这样的一种啊乒乓外交的精神，加强交流，增进友谊。2021年11月23日，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美国休斯敦举行。当晚，美国乒协和中国乒协联合举办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纪念活动。50年前，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50年后，中美两国该怎样相处，不仅关乎两国人民福祉，也关乎世界的前途和未来。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持续施压，挑起并不断升级贸易战，严重破坏中美经贸合作。中国从维护两国利益和世界贸易秩序大局出发，做出坚决回应。中国诚意始终如一，原则坚不可摧，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绝不妥协。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人类是一个地球村，啊，我们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双方完全可以找到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的和平相处之道，开辟造福两国、惠及世界的互利共赢之道。2019年初春，在风光秀丽的地中海海滨城市尼斯，法国总统马克龙将300多年前法国出版的《论语》导读原本赠送给到访的习近平主席，成就中欧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又一段佳话。党的18大以来，中欧关系不断深化，中国积极推动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4大伙伴关系。2021年，中欧贸易额创历史新高，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宋潘，这位朝气蓬勃的姑娘来自老挝北部山区琅南塔省，她的梦想是成为老挝第一条现代化铁路中老铁路的女火车司机。在她23岁生日来临之际，终于迎来了好梦成真的时刻。
ตอนนั้นตอนสมัครก็คิดว่าต้องมีคนหลายสองสามพันคนแต่ว่าก็อยากลองสมัครอยากจุดนี้เห็นเขาสมาธิให้ผู้หญิงสุดทำอิดขับรถไฟของเราได้บ่นะเราจึงมาผลออกมาจึงมีผู้หญิงติดแต่สามคน2021年12月3日，连接中国昆明和老挝首都万象的中老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这条铁路给封闭在巍巍群山、茫茫丛林中的老挝沿线民众开辟了一条通向未来的希望之路。天涯有好友。 身边存善邻，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机。2013年10月，党中央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出亲诚惠融的周边外交理念。邻居越处越好，亲戚越走越近。 党的18大后，习近平主席出访足迹，遍布东北亚、南亚、东南亚、中亚、南太平洋等地区，基本实现与周边国家高层交往全覆盖。非洲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有“东非小巴黎”之称。 这里有一家电商平台Kilimo，中文的意思是“千万商铺”。命名灵感来自于非洲第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这家由中国企业开发运营的电商平台，已经成为享誉东非的网上购物天堂，带动当地民众快速跨入互联网时代，成为中非合作领域不断拓展的一个缩影。 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中国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最可靠的朋友、最真诚的伙伴。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毅力观，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不断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各方向合作实现全覆盖。 中非关系、中阿关系、中拉关系等，都迈向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迎风云激荡，越千山万水，五大洲60多个国家都留下了习近平主席亲切友好的声音，见证了这位大国领导人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奔忙的身影。 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好伙伴越来越多。在欧洲东南部国家塞尔维亚，有着百年历史的斯梅代雷沃钢厂，曾被誉为塞尔维亚的骄傲。但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它构成巨大冲击，一度濒临倒闭。 2016年4月，中国河钢集团收购了这座钢铁厂，让5000多名面临失业风险的工人看到了希望。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钢厂就实现了盈利，而恢复活力的钢厂还带动了整座城市的发展。 Chinese company saved our steel mill in Smederevo. Preserved 5,000 jobs for an ordinary people, but it's not only 5,000 jobs. It's with all their collaborators, it's more than 15,000 jobs. I will always be very thankful to President Xi, to the leadership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救活一座厂，带动一座城，“一带一路”上这样的故事正在不断上演。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沿着古老又年轻的一带一路，跨山越海，走向全球。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从万国衣冠的长安到永恒之城的罗马，2000多年前丝绸之路连接起了亚欧大陆的两端。今天大漠戈壁驼铃的叮当声已经变成了中欧班列滚滚的车轮声。2013年秋，习近平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连接着历史和现实的一带一路在新时代应运而生，铺展开来。2017年和2019年，中国作为东道主举办2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世界众多国家纷纷响应倡议，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你问就算啥？穆德，生活在浙江义乌的约旦人，在中国生活多年。当年他以30000元人民币做起外贸生意，如今他将义乌小商品出口到了约旦、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13个国家和地区，2020年出口金额达1.3亿美元。我记得那个时候，一个晚上跟几个朋友在约旦吃饭，他们跟我说，中国有个地方叫义乌，你能去那边做生意，那边机会比较多。所以说，一带一路将来很多国家连在一起的。陆路相连，美美与共。陆上丝绸之路连通万里，海上丝绸之路汇通八方。他们从历史走来，穿越时空，体现的是中国的天下情怀，承载的是人类互利共赢、和平发展的梦想。2013年到2022年6月底，中国已经和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接近12万亿美元。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全球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气势恢宏，巍然矗立。面对时代命题，中国愿同国际合作伙伴共建一带一路。我们要通过这个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2021年10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在美丽的春城昆明举行。人们相信，会议所描绘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美好愿景，将从中国的彩云之南铺展到全世界。全球的事情，大家一起商量着办。从生态环境保护到全球经济、安全、网络、公共卫生等各个领域，中国始终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破解世界共同面临的治理难题提供中国方案。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从中国海军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到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军事合作；从坚定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到积极参加国际维和行动，中国认真践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成为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我们先来关注乌克兰局势。当地时间3月1号，在使馆的组织下，多批中国公民抵达乌克兰边境，截至目前共有5200多名在乌中国公民安全撤离。感谢祖国，感谢国家。中国外交一头连着党和政府，一头连着海外中国公民。近年来不仅成功组织多次海外公民撤离行动，还处理了数百起涉及中国公民的重大突发安全事件。中国护照含金量不断提升，公民出行更加安全方便。以百姓心为心，高高飘扬在世界各地的五星红旗，就是祖国给予儿女最可靠的护佑，诉说的是祖国对儿女最长情的牵挂。五星红旗是我们的骄傲，五星红旗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中国。在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大国外交，日益彰显出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走在伟大复兴征程上的中国，正以胸怀天下的气度，拥抱美好世界，走向光明未来。